面的比赛来讲的话，其实你会发现到三场比赛啊，台中富邦这边还是有一分差的。好，在你这边来做反击的部分，而且还就地反抢，看有没有一个射门机会呢？踢脚的，这个胸口。天星者，哎呀，才刚要说完了，马上看到这边福特洛快速的过了中前场，看一下三旗直直切到右边了，只要再起脚射门的话，哇，这一次的一个被对手一个铲断的情况，应该没错，上两出一张黄牌啊，这边三旗直直啊，看到这边速度很快的情况下，观察一下队友的走向啊。瞬间让对方以为他可能要远射的情况下，再往右边推啊，直接导致对手防守选手的郑之环呢，这一次的一个犯规，直接的射门摊牌。那并没有留情的之下，留情的躺在地上，又叫一个射门，看到哎，哇，突然抢啊，没有对手是没有碰到人头的情况。球左边的推进，球中路起脚射门，打在防守球员身上。